超级好。然后这一次我们是做这种冰凉螺纹料，所以即便你是海外的粉丝啊，穿起来这件绝对冰凉，它又是可以上下拉链开的，你可以辣辣的当上衣。再来强度的部分，它几乎遮一半了，所以你这边有肉肉的，屁股比较有肉的，我觉得它真的全包了。重点它是很冰凉的，所以我一直在寻求这种外套，不要太上班，不要太休闲，就是什么都能搭的外套。那面料是针织，然后它是有点微微淡淡透肤感的，那手袖这边的弹性也很好，一路穿到棉花糖菜楼身形，大家都不用担心。其实它不止可以搭牛仔裤，像是搭裙装也都可以。然后我觉得下摆这种可以打开来，就会让你整体比例更大的提高的感觉。